美国上个星期五公布了一份长长的名单，制裁俄罗斯、伊朗和中国高官，当中包括了中共西藏前党委书记吴英杰，以及西藏公安厅的前厅长张洪波。美方指控两人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。对此，中国外交部今天再次抨击美方干预内政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。美方依据美国内法，借口所谓西藏人权问题，对中方官员进行非法制裁。有关行径粗暴干涉中国内政，公然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，严重损害中美关系。中方对此坚决反对，并予以强烈谴责。涉藏问题纯属中国内政，任何外国无权干涉。美国没有权利动辄对别的国家进行制裁，没有资格扮演世界警察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下午召开例行记者会时，再次老调重弹，强调西藏问题属于中国内政，任何国家无权干涉，尤其是美国没有权利制裁其他国家官员。中方再次抨击美方以保护人权为由发动霸凌制裁，而且种种论述都是谎言连篇。中国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所谓的制裁名单，否则他们将采取有力措施维护自身的权益。